学张基分校，我们毕业了。首先恭喜我们松年大学张基分校在今天举办了我们的毕业典礼，2023学年度告一个段落，但是我们衷心的祝福我们松年大学张基分校的同学们每一天都活成一道光，绽放生命所有的美好，好让人因此认出我们是切乎之爱是爱心的一群。愿上帝祝福我们彰基分校，也祝福我们彰化基督教医院做那美好的圣工，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仅代表总校全体所有的教职员祝福我们彰基分校，感谢。彰化基督教医院是唯一的松年大学的分校，那在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我们真的是圆了长辈的梦。多少人是非常想他一生当中我可以穿学士服、硕士服甚至博士服，所以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同学们一起同心协力的支持这个爱的家庭继续走下去。今天我们在致辞的同学的代表是我们最有爱心的班长妙妙班长，还有我们今年高龄97岁的周妈妈，也是我们周副院长的妈妈。然后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的周妈妈如实珍宝的在细述的我们的课程，有陶笛，我们今年才加入的，有手语，有很多的一些保健的相关的这些课程，还有很多很多的才艺课。所以在这个爱的家庭里面，你看这样的课程让我们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这个爱的家庭。松年大学张基分校。